在鱼市场买到的鱼里体内也发现了超过四分之一的鱼体内是有塑胶成分存在的。在2000年的时候，台北市还有120万公吨的垃圾，到2006年的时候，几乎减了一半。本来台中就收了很多的，一些县市的垃圾，它反而它自己就不够烧了。